辞掉了。姥姥，你买这么多，你不是不喜欢吃吗？你小子不是天天草都要吃吗？姥姥给你弄。姥姥，没听错吧？你每次都好吃一点。小外甥嘴馋了，姥姥给他做了熏花样。姥姥，你这鸡翅要是做的不好吃，以后就不吃了。放心吧，姥姥是不会给你机会的。姥姥，你就这么自信？那当然了，这点你再跟姥姥学。调料加好了，再加点蜂蜜，小外甥更喜欢吃。给盒子里面先刷一层油，土豆打底，然后再放上鸡翅。姥姥，你这是不是要烤啊？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咱家不是没烤箱吗？走，姥姥带你去看看怎么烤的。姥姥，这烤好了吗？烤好了，快去叫姐姐。嗯，姥姥，这鸡翅好好吃。姥姥没吹牛，味道不错吧？嗯，好吃。姥姥，鸡翅这么好吃，你为什么不喜欢吃呀？傻弟弟，姥姥是自己舍不得吃骗你的呀。姥姥，你也吃一个，你吃，你吃。